麦块的极限跳跃距离到底是几格呢？之前我们有讲到，就是不借助任何物体，顶多就是用方块的顶头特性来去尝试跳跃的话，最多极限就是五格。但是如果我们将地板换上冰，然后在上面放个地板门来减少我们的跳跃高度，这样的话我们究竟能跳几格呢？首先先来尝试五格，非常的轻松。接着呢是六格，依然非常的轻松。接着呢是七格，啊，稍微有点难，但我们还是成功了。接着呢就是八格了 ，Go！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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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这个超难跳，真的。我觉得九格的话，我应该没办法。各位可以吗？不用药水的话。